诸佛正法众众尊，即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即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我们上次是不是已经介绍到了六度的重要性嘛？我们介绍到六度的，就是为什么六度总摄其一切的修持嘛？我们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我们以上次的介绍来讲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不是到前面的这边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来讲的话呢，是说，当然我们把菩萨道的修持可以总是在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说，比如说在三学，在于智慧方便，乃至在于说福德智慧等这种方法来总摄呢，可是都没有一个像六度这样子总摄起来的这种的容易懂跟全面性，把它总摄的话呢，所以依着六度而去总摄的话，这个依据是更为大的嘛。所以我们作为第一，我们应该到哪里的话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258页的第一大段讲完了，我们已经到第二大段，就是黑字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记得我们是把258页的第一大段的这个地方说完了。好，那我们说第二为分二，就是什么呢？它是怎么样去修？总摄六度是怎么总摄其这些学处吗？那总摄其学处的话呢，第一个什么是正义数量决定？是什么？它不管从数量的分类、数量的分法来讲的话呢，也都可以说它总摄在于六度当中，也是什么兼说次第的决定。也是在这个"兼"是什么？是藏文的这意思，或者在中大师这边意思是什么？是主要我们是在讲说它是总摄其学的，这是附带的。哦，附带的一起说什么呢？那这边来讲的话，为什么次第？就是什么？为什么先说布施，再说持戒，再说忍辱禅定，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次第呢是附带的，主要来讲说。这边它总摄其来的意义或者这个数量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那说佛婆伽梵略说六度总问脱，应该说六度总问脱难，最胜少尊如佛密意而为开解，解释如是重要因相。令发定制，即此数量决定道理。若于此理获甚定解，则指六度修持为甚教授，故当得定解。其中分六。那怎么来讲的话呢？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是？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我们有略略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不看藏文，我也看不懂这一段是在前面是什么？这边说什么所谓的这个问陀难是什么？是它的。总摄关键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佛本身已经是把什么呢？是透由六度把菩萨的修持或者所要修持修行的，我们做一个总摄起来的话，已经总摄在可以说仅仅可以把它总把所有的菩萨的修持都总摄在于六度当中。佛陀是说出了此密意呢？那最胜少尊是什么呢？最胜少尊是在指说什么？这个少尊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他等于是佛陀的代理。为什么？因为导师释迦世尊是从我们说是从兜率天下来之后呢？那现在弥勒菩萨是在哪里呢？他就在兜率天当好像说。哦，因为佛来了世间之后，他在那边等，坐那边的，
或者我们说摄政也好，代理也好，少尊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边坐位了。所以这个最胜少尊是在指谁？是在指弥勒菩萨。我们讲说什么？因为他是当来下生的嘛，当来下生的佛的时候呢，就是以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是什么呢？是把如佛密而为开解，什么？是不是弥勒菩萨在哪里呢？弥勒菩萨以他的持世无论，但最主要最主要是什么？是以他的现观庄严论而去解释佛陀所想要说的六度万恨吗？我们大家以前若常问我说，哎，那个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所谓的显义跟隐义，这个隐义的现观的次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说，哎，它就是它的修持的道路，主要以什么菩萨的修持的道路吗？那以菩萨的修持的道路来讲的话呢，总摄起来可以说什么？哦，广分的话应该说什么？广分是无量无边，总摄起来呢就在于六度。但这个六度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这边来讲说弥勒菩萨当来下尊的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什么呢？他是看到这个关键，以什么佛陀所讲的这个原因，看到其关键，按照这个密而去做解释，是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所以才说，最胜少尊如佛密而为开解嘛，是如同佛陀的真正想说的，是不是？为什么这样说是密意呢？因为佛陀在他的般若经当中，是不是没有直接在讲这种的六度的这个修持？但什么呢？他的隐义嘛，他所要讲的修持的道理的隐义呢？弥勒菩萨在他的现观庄严论，把它全部清楚的去做解释，而以这个什么呢？解释如是重要因相，是不是以这些等等的这些的关键？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菩萨的六度的等这些关键而去做解释呢，而让什么呢？令发定解，让他升起那种的了知。还是怎么去来做呢？说什么？即此数量决定道理，若于此理获定 获胜定解。什么是看到说什么呢？如果知道这六度万六度是怎么把佛所说的菩萨所要行持的这些道理来讲呢，如果可以去了解，以及从内心真的有感、有体悟，有升起这种的获的这种的获到的这个决定的定解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什么？这是则执六度修持为最胜教授。所以，如果从内心知道说，哎，这个六度是总摄其一切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关键来讲的话呢，内心就获得了这个定解来讲，这个获得定解是什么呢？是把六度的这个修持看成为非常重要的吗？这是什么呢？这等于是说所有教授，我们会把它看成为在所有教授里面为最殊胜的这个教授的缘故。所以应该什么呢？所以因此故当得定解其中，故当得定解。所以因为要知道说，要真的知道说怎么依着大圣而去修行的话呢，他的定解关键是什么呢？是要了解这个六度的重要性吗？或者六度是怎么样总摄其一切的菩萨的修持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这中间可以分为六，但这个中间分的六的话，什么是后面会一一的列出来，大家等一下到六的时候可以一做一个小笔记。这个六是什么呢？这个六种的说法主要是依着什么？是弥勒菩萨在他的经庄严论所说的。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在持世无论当中，我们一般讲说什么？是不是以现二庄严、二辩解、宝性论？二庄严我们就讲说现观庄严论、经庄严论吗？还有我们是不是有说什么二辩解？是不是辩中辩论、辩法性论？这两个为二辩解的吗？和一则是什么？是以宝性论，或者法尊法师在这边用的用词，有时候用什么是相续本母？这五个为
十四无论，他在这一边所讲到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依着在经藏言论里面说怎么说，总摄其在六度总摄了一切的大圣的修持。那其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其中的第一个是说，观待真上身数量决定者，什么？以这要获得真上身来讲的话呢，也是以说在于以六度可以总摄其说获得暂时或者究竟的真上身。那怎么来说呢？他说，为圆满菩提广大的行者，必须转进无量身世，此复进道若无圆满德相之身，如现在如现在身略有少相，重情修行实难增进，故须深得一切圆满，又须具足所受用财，能受用身，同受用伴，凡所作业悉能成办，四种圆满。那什么来讲的话呢？这边来讲的说，如果要以获得暇满，或者说获得真上身来讲，我们真上身是不是可以分为两种？我们有说什么呢？短暂的真上身跟究竟的真上身吗？那短暂的真上身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暇满，或者我们所谓的人天的果报为暂时的真上身。那究竟的真上什么是佛获得佛陀的果位了？哦，我们不用把说好像真上身就只有想到说是在轮回里面，那个那是暂时的真上。以究竟的真上是什么呢？究竟的真上是在讲说获得佛陀的果位来讲的话呢，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如果以一个什么呢，想要完整的去修持菩萨道啊，或者完整的去修持菩萨的行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我们不是一生一世就这样子好像说圆满的了，是要经过多生多劫累劫累世才有办法修持的。这个时候呢讲的话呢，那如果什么呢，他说这边来讲说此复进道若无圆满是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此复进道的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好像我真的要得到什么，要得到什么样的成就了，我真的要说要好像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好像我在地上 画线了，就是立出分明的真的有一个什么成果要来讲的话呢，我们什么，我们这个所能依靠的这个身体啊，或者能依着这个身呢，它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就要符合的，就是要圆满的条件都要具备。如果这个身体的条件呢，或者这个人生的条件都不具备的话呢，你要说我又依着这个身要去做什么成就，因为它什么条件不具备了吗？也是这个缘故，很多人问我们说，那可惜啊，我们在看这个经书来讲的话呢，有没有想说，哎，你们是说 不要投身在与什么净土啊，或者净土是不是更好更方便？我说净土当然是好，可是净土好的原因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认为说净土好，好像我说啊这边太困苦了，我去那边就当很轻松的来讲的话，一般要真正的所修持为什么要净土是什么，是因为我看到我说纵使我在轮回而获得的这样一个暇满人生来讲的话呢，你说真的要暇满的话呢很困难。因为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八暇十满，我们以前在下士道的话，十满当中是不是其中一个是什么，是有佛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碰到说有佛出生，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相似的嘛，因为我们说什么是佛在世，我们虽然没碰到，但我们碰到什么，我们碰到佛教导的佛法还在世的，在这个时候就相似来讲的话呢，可是在八暇十满里面其中说佛在世的这个来讲，我们就没有具备的。所以投身，想要投身去净土，不管是哪一个净土，说什么
药师琉璃光的净土也好，或者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不动佛的什么密言净土等来讲话呢，他不是说好像为了说哦，我想要去一个说哦，好像我要去度假，或我要去一个快乐的地方，是真的来讲的话是什么？是哦，那是就近的暇满人生啊，他是就近的暇满，就近的暇满，我可以遇到说有真正的八暇十满的这个条件下，而我可以在佛的当下获得成就等等的缘故呢，这样才是说真正去投身在净土的我们所谓的相顺的因啊。或者想说好像我说哎，我这边受不了了，我要去更，或者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觉得啊，因为我说像我今年就觉得说哦，台湾好热哦，我今年特别热，我就想说什么，哎，是不是要去国外度假这样子，哎，要去不要那么热的地方，这种想法去做的时候呢，这就不是真正的。我说如果你要讲想说哦，我要去阿弥陀佛那边，或者去药师那边来佛那边，那应该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身在净土的因啊。所以呢我们这边来讲说什么，他说那此复净道若无圆满德相之身，是不是说什么如果我真的要好像说什么有一个什么真正的成就啊，或者可以得到什么真正 的这利益来讲的话呢，如果没有一个圆满的这样子的条件的暇满人生呢，或者这种真上身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真的获得什么成就啊。哦，像我不知道大家也是在举昨天例子，我都在一直在想这些说什么，像我们昨天我看到我们在举重啊，台湾举重，你们看他们是不是说什么他要所有的条件都到刚刚好，就是那种不能太早到顶端，也不能太慢，要刚好在那个时机，那个所有的条件都好了，或者就说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像我们昨天我们台湾选手去举的，是不是他就说哦，他已经有受伤，可是他想说哎，这是我人生可能最后一次要举重了，在比赛的时候，所以就受伤就受伤嘛，哎，那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呢，是不是你真的要举重到举到怎么样的时候，是身体的条件是不是要到顶尖了，顶端的才有办法真正的说什么？像我们这样去举的时候，我昨天就看到我说哇，那些女生，我完全没有呢。我说哦，人家说你是男生，我说我没有叫，可是我说哇，那些女健将们比我举的都还哇，那轻轻松松那100公斤就举过头了。我说我现在要举个50-60公斤都可能已经在那边发抖了。那么轻轻松松他们就举了100公斤，我说哇，哇真的真的厉害啊！那个很强壮来讲的时候呢，就想要说，你看他们只是为了举重，身体条件是不是就已经要很好的时候呢？那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说我们要真的要修行，身心状态都一定要很好，也是这个原因，我常跟大家讲说什么。大家讲修行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有好的修行的话呢，我们身心的状况也很重要。你没有一个好的身心的状况，你要说你要去修行的话呢，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个一定的。所以我说什么，有些人在说什么我为了要瘦啊，或者我为了怎么样，我要吃到说大家都已经开始没有体力的时候，我是说什么我觉得你用什么样的饮食，不管是吃荤吃素吃什么，或者吃什么样的维他命什么什么，我说我很多东西我不懂，可是我觉得是什么，我常常给人就说你难得可以获得这么一个宝贵的人生，你也知道要修行的时候呢，很重要很重要是什么，是我们怎么去维护这个身体啊，让它在最好的状态。你要想说是我要去修行，我必须要依靠这个身体。你说纵使你不想要了， 你有这个身体，你如果你想修行想要做什么，你就要有好身体的。也是这个来讲的话呢，他说什么，就所以说那如现在身略有少相，纵情修行实难增进，是不是说什么，那可是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有符合了可以修行的条件，可是是最最基本的条件而已了，很多这些条件都还没有承办的缘故呢，所以
一般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跟我们说哎，好像我休息很多年，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啊，或者很没有很明显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个条件啊，我们所做的就不是这样子来讲，这样说什么，我们是不是，你看我说我们再怎么样锻炼，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锻炼，像有些人先天条件的好啊，有些人先天条件他身高就比较人高马大的，腿长的，或者肌肉发达的等等来讲，他锻炼他就很有潜力，像我们这样锻炼的话呢，再锻炼再多年就没有这个的条件，就像这样子一样呢，那我们在这边如果要真的有什么大进展的，要什么呢，他要想满人生的这个真上升的条件要具备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都是只具备了一些啊，或者些许的条件来讲的时候呢，所以一要依着这个而修持，要很大的进展是比较困难的原因，也就是这个，也就在这个来讲，所以就知道说什么，如果我们要如理的去修持，如理的去获得依着这个六度而去修持，他要得到一个真上身是很重要，所有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所以他说什么，就是故须深得一切圆满嘛，所以要得到这个身心都为圆满的条件是非常重要了。那说什么，又须具足所说用财，能受用身同受用的伴，凡所作业，这什么，有四个条件，我们讲说什么呢，这个要圆满的时候来讲的话，是这个所谓的真上要圆满，个别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所受用的这些的东西嘛，是不是，他说又须具足所用之财，所受用的财嘛，我们是所受用的，能受用的身体，以及同受用的伙伴，周遭的伙伴，以及凡所做的业，是不是，所做的这个行为，我们这边所说的圆满是什么，四种圆满嘛，所受用的这些的受用，能受用的这个身体，与自己周遭的这个眷属伙伴，以及所造的业，所以同受用之伴跟凡所作业悉能承办四种圆满。那什么悉能承办四种圆满是什么呢，是如果要去承办这些来讲，我们需要具备这种四种圆满的，我们要承办六度的话呢，它需要承办这四个圆满呢、啊。什么四个圆满，就刚刚的所受用的受用，能受用的身，周遭的伙伴跟所做的业嘛，是不是，你看我们没有一个这些的条件，缺一的话呢，你说真的要修行，特别要修行六度的话是不太可能，外在的条件不具备的话呢，你要修行是不是很困难呢，这真的就是所受用的受用嘛，自己的身体不好 要去修行也不可能的，那什么周遭的中间是恶友啊，每一个人都劝你不要这样子做啊，或者影响啊，你要说 要说就也很困难， 我常常举那个例子来讲说，不是跟我一起考格西的那个同学，他们就说哦，每个周遭都说啊、哦，你很幸运你的伙伴是什么，是格西在来讲，因为我是像当自己的学生在教他，他说因为他比我 早一年去考格西，可是他考的第一年他被当掉了，那些可能别的人没有什么在教他，所以他说哦，那时候伙伴没有，他后面的六年是什么呢，他说还好有你啊来当我的伙伴，就是你把我拉上去的，所以这个什么周遭的伙伴也很重要，还有什么呢，那当中最重要的是当然自己做，这个旁边的受用身体伙伴都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都是具身的缘嘛，辅助的，可是最主要是什么，自己所做的行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来讲，这个四个圆满的具备的，有这个四圆满，这四圆满呢是我们才有办法去承办六度嘛，是要这个四个圆满，所以他这边后面所说的
四种圆满是在讲这以上是四种，透过这种四种圆满而去承办六度。那什么呢？说又此甚是亦多变为烦恼之缘，故须不随烦恼力转，此由非足尚须对于诸取舍处能善分辨，无倒静止。若不尔者，犹如竹蛟结子便枯，罗运自死，既彼甚是而为害故。若有智慧，知是往昔妙业之果，更勤修因，令见增长。什么来讲的话呢？这边来讲的是什么？是那以这四个圆满呢、啊？是不是大家刚刚我们说所受用圆满，能受用的身圆满，周遭的伙伴的圆满，跟所做的业，纵使这个四个圆满来讲的，仅仅这个四个圆满来讲都不足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这个四个圆满而变成是什么？随着烦恼而转的。我们看到是不是很多的这些例子，就来讲说什么？这种所谓的可能是父母亲给他留的太舒适的时候，第二代第三代就变成什么是挥霍的。因为说实话，他的条件是不是很好？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用工作，他的周遭的享用 也很好的，自己身体也很好，周遭伙伴也很好的，给他这个条件都好的时候呢，可是不知道要说去以此而去修持，依着这个而这些四种圆满而随顺为变成烦恼的因缘是什么？这不是一两个例子，是大多数都是这个例子啊。是不是我们在世间上也常常讲说啊，这个是不是望族或好来看什么要三代之后啊？看到大家说三代是不是有变？像我知道，像现在很多国外的那些的富豪啊，很多都签署说什么？他说大部分的财富他都不要留给子孙嘛，因为他看到说以前往以前的那种财富留给子孙来讲，反而什么？是害了他们吗？这些很多都是被我要说，他说什么、哦、可能他们都有签署说、啊、我要90%要去做捐赠。那当然我说10%也都足够他们生活一辈子，可是不是那种挥霍的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圆满的条件如果不小心或者 不注意的话呢，常常会变成什么？他是不是依着这个最为顺缘而依着这些的受用圆满而变成什么是逆缘呢、啊？作为坏事吗？挥霍了，或者去害己害人等等这些来讲的话呢，看到说什么这变成是烦恼的顺缘呢、啊？那可是这些圆满到当中不作为烦恼的顺缘，这样也不足够，不足够，应该反而来说什么呢？以这个来就说什么可以让他知道说什么是我们正确的要去所修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去去除或者断除的。以这个来讲的话呢，一一去切割，一一的去分辨，是不是它有四个 有三个阶段嘛？一个是说我外在的条件圆满，可是外在的条件的圆满的时候常常会变成是为升起烦恼的顺缘。那纵使它不作为烦恼的顺缘，这还不足够，还是什么？应该依着这以上的顺缘，让它我们这边真的要做什么事？哎，我应修的是什么？我应断的是什么？它不只是应修应断是什么，而是正确无误的去取舍啊，要去做什么？不然会变成什么呢？这边是有三个例子来讲，他说什么呢？不然这个是什么呢？或者那些受用，那些暇满。那些增上变成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竹子或者香蕉。为什么？他们说竹子跟香蕉说什么？果实 一有的时候呢，往往这些竹子就什么？就是干枯掉了，或者这个香蕉树就枯萎了。它就只有一次一季的嘛，是不是？就只有一次的果实而已。我们不是要那种一次性的果实，是它可以不断的增长啊。所以真正的增上生什么是？它是不是一次的果报，而是说它 要一而再再而三可以一直受用吗？
一直来受用，或者说什么呢？他这边来举的一个例子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他说什么是罗韵致死，什么意思是什么？是在藏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有一种罗是他不能再生的，或者他硬生的时候呢，是这个骡子自害了，就是他或者我用我们现在俗话来讲，有一点是强求生子了。到最后呢，不要说他有生子，连母亲都没保住嘛。所以这个有这个骡子，就是什么，他可是他还是什么，还是骡孕致死嘛。他为了好像强求生子，哎，那纵使有有子了，想要生下来这个小骡的时候呢，还是什么呢？变成是害子，两个都害了，两个都死亡，或两个都枯萎的，这样子来去做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说，等于说本来有这个最好的条件不去用，而把它变成是逆缘，乃至去浪费等等来讲的话呢，这就可惜的。为什么呢？就是既比盛世而为既比盛世而为害故，什么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以上的事情，就是本来就像竹子、香蕉树等等，或者这个骡子来这样子的话呢，等等的话，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因缘可以让他来讲，可是什么？实则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反而害了自己，或者一次就用掉了来去做的时候呢？那所以知道说什么呢？所以他这边才会说，若有智慧，知是往昔妙业之果，更勤修因，令见增长。若无智慧，受尽先果而不增心，后苦其手，故于余生感六圣事，非为无因，不平等因，其随顺应定为六度。什么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如果有真的有智慧的人的话呢，要知道是什么？是什么？是现在的善果是之前的善业或之前的努力才会得到现在的果报。知道来讲的话呢，就知道说什么，如果我还要得到现在的果，像这样子的舒适，或者未来想要得到这样子的舒适的果报的话呢，我现在就要什么，就要努力的去承办的，不是说现在就把它享尽享用到了吗？是不是愚痴的人是什么，把它全部一次花尽了，用尽了吗？不会想到说未来怎么做。以前我们在经书这边常举的例子，他说什么，你看聪明的农夫，是不是他收割的时候他一定会留一部分的种子为说下一季的去做的。那种傻子才是什么呢？这一次如果今年是丰收，我把全部吃光了，我全部吃光的话呢，那你下一季你要种什么东西？那现在是什么呢？一样，我们业果因果就是如此，这样子所有的这些的善果是什么？是凑由善的因缘、善的业而去造作。如果知道的话呢，是不是就知道说我应该更努力的去承办，如果要比这现在更好，或者还要得到同样的受用的话，我应该就好好的再去累积下一次的这个因。那如果没有智慧的才说什么呢？把什么，就是把之前所累积承办的现在的果报呢完全去享尽，不只是把它享尽呢，也不去造作新的来讲的话呢，说实话来讲，现在的享受是未来的苦果的开始啊。后面这边钟大师在这边用这个举的这个例子说什么呢？就是他说后苦的起手嘛，现在看起来是好像在享受享乐、啊、可是现在的享乐，没有智慧的人的现在的享乐，实际上是什么？是苦的起源呢、啊？我前阵子也才碰到了，我说很多人，我说现在很可惜的，特别在什么，我们这几年我回到台湾，看到新闻或听到周遭的话，什么是很多就是
或者说有在什么这种诈骗啊欺骗啊，看起来他赚到一个什么东西，看到什么得到好处，可能是很风光的，知道什么，实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什么，这个人是最愚痴最笨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苦的来临了。你看起来好像你有享受到什么业果不会虚的了，你这样子来临，你只是苦的来头了。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啊，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为什么现在没看到啊？我说现在的苦难呢，或者说现在的辛苦是什么？是你享乐的起头，刚好是颠倒了。你现在有累积的这个善业，你有做这个，它永远不会虚啊。虽然现在看到是辛苦，可是后面所成的这个阴凉所做的那这个业，我都不会虚的。它不会说什么好像哦，为什么人家都可以有，我没有有，或者要好像那种不甘愿的来讲的话呢？业果来讲的就是不会虚妄的了。那所以呢，他说，周大师在这边来讲说，这个实则是什么呢？是苦的起源呐、啊。所以呢，如果要知道说什么呢？那等流果啊，是什么？故与余生感六圣事。那所以要知道说什么？我们在下一生，或者在今生也好，今生我们看到的这个果报，或者我们下生可以修持六度来讲的话呢，都不是什么呢？也不是无因，也不是什么呢？不，他这边讲翻不平等因，我一般我不会翻不平等因，我比较因为不平等因是比较难懂的。这边来讲的这样什么是不相顺的因？这边在藏文的意思是不相顺的因。什么叫做不相顺的因呢？就像你看我说，我不可能是种的是麦生出来是大米吗？如果我要得到的是大米，我是不是要我是要种大米的种子，或者我说我要得到玉米，我要种玉米啊。我种地瓜，我还会得玉米？那没有这样子的，这就是那叫不相顺的因嘛。我们在世间的法则，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生出来的话，都不可能是无因而生的，也不可能从不相顺的因而生起来的话呢？那我们今生所升起的可以遇到这种六度的修持也好，或者下生要可以去如理的去修行这六度来讲的话，也不可能是什么无因，也不可能是什么不相顺的因而生出的，其随顺因定为六度嘛。是什么？这个六度会升起来的话呢，是什么呢？是透有什么是跟他相顺的因，才会生出这样子的六度的为一定的嘛？就是有相顺因，才会有相顺的果。和这个六度来讲的话呢，也知道这样子的话，如果知道我们下一世，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性来讲的话，是不是如果现在知道六度的这个重要的性质来讲，说什么应该我们现在有把握的时候，我们有机缘的时候呢，应该就要说多去串习，多去亲近，多去熟悉这个六度，这样子的熟悉带来什么下一世的这个因缘才会有啊。不然什么它不会从无因而生，或者不相顺因而生出的，是不是说其随顺因定为六度，故于宪法当修当习当多修习六道彼岸。这个道彼岸就是什么？就是波罗蜜啦，就是六度。这个道彼岸的意思就是度，我们用简单的一个字就是度，或者我们在经书看到什么就是六度、六道彼岸、六波罗蜜啊，这个都是来讲的。那以殊胜因能感如是殊胜的果故，此是现前增上生果。什么来讲的话呢？这是来讲什么？我们这边的意思说什么？你造了多好的因，有这个因的这些特征呢、啊，你把它培养的话呢，就一样的这个果报会看的是一样的，这个肥沃或者这个壮硕才会生出来。我们是不是在世间上看到了吗？你把这个田去养肥，用心呵护，所种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的果报果实就是不是就是很壮硕、很甜，丰收。随随便便种的时候，生出来就是随随便便的东西了吗？这就是因果法则来讲的话呢，我们
能，这边来讲说什么？以殊胜音能感如是殊胜的广，你的这个音有如怎么样的好，它后面的果报怎么样生出，也是如同此音 而生出。这是果是随顺着音而生出的，而不是说它无音 而生出的。那这以上来知道说什么呢？我们此事现前真上生果。我们讲到刚刚的以上的这个什么？这些的受用啊，周遭的行为啊，好的这个身体啊，或者伙伴的话呢，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叫做什么是暂时的真上身，或者他这边把它翻成叫现前的真上身。我们一般比较用的或什么，就是短暂的、暂时的真上身。那我们如果要讲到说什么，一个完全圆满的。究竟圆满的这个真上身是什么呢？就在佛地那个地方了。说，应该说，此是现前真上身果，身圆满等究竟真上身者呢，为佛地有嘛？是不是这个究竟的真上身呢，就在佛地的这个地方？还这也是说什么呢？这也是在《如庄严经论》云，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金庄严论》。金庄严论，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把它翻成金庄严论，因为什么？一般在藏文的话，它就是说是我刚刚讲的二庄严、二辩解、一法性，或者我们所谓的宝性论一样的话呢，我们如果用庄严经论的话，是不是比较没有办法记住的话，很容易记住，就是什么持四五论当中的是二庄严是什么？就是现观庄严。跟金庄严啊，这两本论，所以在金庄严论说什么呢？受用身眷作圆满真上身，恒不随祸转，诸事无颠倒。什么来讲的话呢？前面的第一句和后面的第二句是什么呢？说受用身眷作，是不是第一句是说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所能受用的这个享受，能受用的身，周遭的眷属，以及所做的行为，这四个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四个圆满呢，圆满真上身，什么呢？是透由这个四个圆满，依着这个四个圆满呢，什么呢？不为什么？恒不随祸转。我们这个四个。烦恼需要不是对不起，是这种四种圆满呢，去修持是很重要的。但是常常这个四种圆满的时候，会随着烦恼而转，要不应让它随着烦恼而转什么呢？诸事无颠倒，应该依着这四个来讲说，不仅仅是不随着烦恼而转，而要对说所修的是什么，所断的是什么，去清净的。应该说圆满的去了解说我要取的是什么，我要去舍的断除什么，就是诸事无颠倒。这个诸事是什么？这个是在代表刚刚以上的说我所要修的是什么，我所要断的是什么，清楚的没有颠倒的去分辨而去做区分的。所以前面的话呢，这应该是到这边来讲的话是第一者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刚刚以上的话，是不是前面分为六？这边是不是他刚刚说其中分六？有没有记得其数量、其决定的数量？其中分为六的第一者是什么？就是观待真上身的数量决定。那第二者是什么呢？是以如是身学习菩萨行。那菩萨唯有二所作事，所以说什么以二所作事可以观待在于六波罗蜜或者六度。那二所作是什么？就是自利利他，自利跟利他。那前面这句的话说什么呢？他说以如是身学菩萨行，菩萨唯有二所作事，为正引发自利利他。什么来讲的话说那说以刚刚以上的这种的真上身啊，刚
刚刚 以那个以上的那种真上身而去修学去行持菩萨行的话呢，说什么菩萨的所作或者菩萨的所行，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就只有两，就只有两个，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那以自利跟利他来去分出说六度的话是怎么分呢？是说事故观待引发二力数决定者，是不是这个，这个来讲是说什么观待引发二力的数量决定，从六波罗蜜或者从六度而观待其是什么呢？我们去利益自利跟利他而把它总设在于六度当中了。那怎么来说呢？他说其修利他，先去以财而作饶益，此若损恼有情而失义务所计，善遮损他及所依事，利他极大，利他极大，故须施罗。若不能忍他作怨害，报一报二，戒难清净，故戒究竟须耐，耐怨害人，犹不报复，能免众多他所造罪。他若信乐堪令行善，故是最大利他。所以说什么？我们在以利他在六度的总设，可以总设在什么呢？总设在于布施、持戒、忍辱，在这三者。为什么呢？第一个来讲的话，说什么？首先想要利他来讲的话呢，首先是应该什么时候？不要说别的，应该是从什么？从财经或者从温饱上面来去帮助。连财经上面、温饱上面都有问题的话，你说你要在修行是不是不太可能的？肚子饿要饿死的时候，你说我要去修行的话，那太困难了。所以一般所要去帮助利他者的话呢，首先很多的是什么？是透过他的从这种外在的或者财经的这个的帮助吗？那在这个财经上有帮助，虽然有帮助，但是什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去伤害众生，或者去扰乱众生来讲的话，这样子的布施是不是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只是财经的去这样布施来讲，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就近的帮助来讲的话呢？因为什么？好像我们常讲好像进一步退两步嘛。如果有一点的布施，又可是又有危害他，或者去应该说是扰乱，或者使他变嗔恨的话呢，这也没办法的说。说什么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词大家刚刚比较没刚刚看到或者看懂是什么？是说他说，善遮损他及所依事。那善遮损他及所依事的话，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戒律要防范的，在别解脱戒防范的什么呢？是防范什么？与损他及所依之事。什么意思？损他这边来讲是什么？是我们有一般来讲这边的说法是什么？损他是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性罪。性罪，性罪的话，是不是我不管我是有守戒没守戒，我做这个行为的话，就是去会造恶业，去损恼损害自他二者。那这个己所依事，己所依事是什么呢？是遮罪吗？是不是遮罪的话会有这个是什么？是为了不要去犯到性罪吗？我们所有的遮罪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不去犯所谓的这种的性罪。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比较看得懂。像我们居士常举的那个例子，我是不是说我们居士当中五戒有四个性罪，一个遮罪吗？居士的五戒当中，什么杀、盗、邪淫、妄语，你有守戒也好，你没有守戒也好，你做这个行为 就是有恶业的嘛。
这没有什么好处。你说杀盗邪淫妄语来讲，那如果我们没有守戒，你说哎，我喝小酌喝酒有没有罪受？没有，这个你说有没有伤身？可能有伤身啊，有对身体不好啊。可是以在罪业上面来讲，没有的。那守完戒之后，这个如果有去喝，有没有罪？有，这叫什么？这叫遮罪了。就像什么？我说像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一样。哦，你守八关斋戒，你吃晚餐有没有罪？有，那是遮罪嘛。可是你说什么？一般人我们在晚上吃饭有没有罪？我管你什么时候吃饭呢、啊？你晚上你睡觉前吃饭，你就那随你便呢、啊。你爱吃的撑，你爱吃也好，不爱吃也好，那是没无关紧要的。哦，你睡多大多广的床，或者我说什么，我一般唱歌有没有罪？一般唱歌没有罪啊，为什么唱歌会有罪？我这个来讲的话，这个、有什么罪？可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在于沉迷在这种的东西，或者在于饮食上面也好，或者在太舒适的也好，是不是很容易说什么就是犯到那种的性罪？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他说善遮损他，损他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所谓的性罪，即所依是依他而生起的那些事情叫什么？我们这边就是所谓的遮罪。有这样子一个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什么呢？有人说是损他是为什么？是为我们意业，就是我们身三与世意业的三种的意业，就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杀，应该不是杀，对不起，贪，或者我们讲说欲望、嗔恨跟邪见，这三者为叫损他，和依他而生出的这个所做的行为什么，就是生于嘛。是不是大家慢慢对有戒律，或者对我这样慢慢，其实大家有没有知道说什么？我为什么才常讲说，我们不管是居士也好，或者我们僧众也好，所受的这种的别谢脱戒啊，都是什么呢？它是遮止首先是遮止身跟语的嘛，是他已经爆出的这个行为，所以他第一个遮止的是什么？是我们如果要犯戒或者破戒，都是什么？是从我嘴巴说出，或者我身体做出，或者乃至倒过来说，也有些我身体应该做的我没做，我嘴巴应说的我没说，这个我有去犯戒，有这样子的可能。我们所有的戒不是只有在说哦，我不应该做而我做，我犯戒或破戒，没有，有些是我不应该做了而做也有犯戒，也有一个是说我应该做而我没做，我应该说而没说，这也会也有犯戒的。这个来讲的话呢，那其中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刚刚我就说，一种是性罪跟遮罪，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以意心事的，以这边所谓的损他是在指意业，而所谓的所依是什么？是身跟语的这个行为。以这个来讲的话呢，这说善遮损他及所依是利他极大。所以说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戒律的定义？我们在对于别谢脱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去遮止其损他己所依是为别谢脱戒的作用。我别谢脱戒是什么？是我为了不要去，我要去遮止损事及损他己所依是的缘故。这个来讲的话呢，所以来去说的说，所以这第二个是在讲说什么，在戒律嘛。因为什么？如果只有去布施，你有去损他来讲的话呢，这什么呢？对他者来讲的话，利益也不大。所以这什么呢？也必须要说什么呢？去修持戒律嘛。所以说什么？来讲的话呢，这说什么？利他极大，故须施罗嘛。
以这个来讲的话呢，说什么？说如果可以防范，如果遮子去损他及其所依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承办广大的利他的事业的缘故。所以什么呢？不仅是布施，还要有持戒。那可是持戒，我们要圆满的去利他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一次两次是不够的吗？如果来讲说对他人的这种危害，自己来讲好像我只做一次两次，或者忍了只做一次两次，那个要承办的大的利益是很困难。要说什么呢？如果要有一个清净的戒律来的话呢，是什么呢？是要对于说他者的这个危害啊，或他者的报复啊，或他所造呢，是有那种不为心当中不会有动怒的，心当中不会被所左右的来去做的话呢，这东西来讲是什么？他需要有那种所谓的耐怨害人嘛，人家有伤害我还可以承受，我可以承受，这个来讲的话呢，那以这三个来讲的话呢，因为以来讲的话，这个来讲说说什么？若不能忍他做怨害，报义报二，戒难清净，故戒就近去耐怨害人。是不是说什么？如果刚刚以上来讲的话如果对他者，我们在想要去不去伤害他人，他人给我做了，我去做这样的行为，那样这做义报义报二，就是说我做这样子的行为，做那样的行为来去报复他的话呢，这样子你说要有清净的戒律是很困难的。所以要清净的戒律来讲，也需要什么呢？也需要所谓的耐怨害人。那因为有这样子我不去报复，有这个耐怨害的时候，什么他者要累积这种恶业的话呢，这个就也阻止嘛。我们常常讲嘛，是不是说冤冤相报嘛？如果人家用怨报，我又再用以怨报的话，这何时了的一样呢？你看人家纵使他用以怨来报复的话，我在这边把他阻止，我把他停止的时候，是不是后面的很多的行为就这样子到此为止了？这样子很多的累积的这种恶业都已经断除，还什么自己去修持善业的这种的需求，也都是由这样子而去增长的缘故呢，所以才有办法承办极大的他力啊。所以他力的来讲的话，分这个前面三者。那一样，自利者为以慧力得解脱乐，若心散乱不能得此，故须静虑令心注定，堪能如欲安住所缘。有懈怠者不能生此，故须昼夜发勤精进，无有劳倦。什么来讲的话？以自利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自利是什么？是依着智慧才能获得解脱的安乐吗？那真正的自利是什么？就是自己获得解脱的安乐啊。那没有智慧呢，则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安乐。还要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心是散乱的，胡思乱想，或者只有那种几分钟的热度就跑掉的话呢，是什么？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来讲。所以这个来讲说什么？需要禅定，需要静虑，使内心平稳啊。以这个来讲的话呢，有这个禅定，才可以让什么？他这边翻译的是说什么？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禅定的缘故，才能什么？堪能如欲安住所缘，什么就可以如心所欲的安住在这个境啊。不然的话，什么一下就这边就被扰乱了，这个心就跑掉了，很难再有什么广大的成就。所以以自利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自利要承办自利来讲，一般是分什么？就是分静虑或者禅定跟般若二者。那以那承办自他二力都属的什么呢？就是精进。精进。所以我们以承办二力的话呢，分出六度是什么？是
为了承办他力是分前三度，为了要承办自力来讲是后二度，而精进是二力皆是的。为什么他说有懈怠者不能生此，故须昼夜发勤精进，无有劳倦，此即彼等一切根本，故修二力六度决定。什么来讲的话呢？为什么？因为如果啊，有什么呢？有想要不管是如果是有懒惰懈怠生起来的话呢，说什么就是根本自利利他都没有办法承办，说应该要发起什么，就是不管是就白天或者是黑夜等等都不觉得疲倦的，都有那个心理的那种。所以我们说精进是什么？它是一种心理的耗药啊。精进的话不一定是在好像我要去跑去做什么事情，是那种内心的那个耗药，那个勇猛为精进来讲的话呢，以这个内心来讲的话，这个精进来讲的话呢，这是什么？是承办自他二力的根本啊。哦，真的要承办广大的自利或者利他呢，没有这个耗药很难承办什么事情啊。那这来讲的话呢，所以我说什么，我们在这说什么，所以如果要承办二力，就是自他二力，自他圆满的二力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必须要观待于六度的。那这什么呢？这也是如云，如云在哪里？是也是金庄严论，大概就是 一脉下来就是金庄严论。金庄严论说什么呢？他说勤行力有勤，修舍不害忍，助托即根本，一切自力行。那这个来讲说什么呢？第一句的说什么？勤行力有勤，修舍不害忍。说什么？我们如果想要广大精进于承办众生的利益的话呢，需要什么？修舍是布施，不害为什么？这不害为叫戒律，忍就是忍辱。后面来讲的话是什么？什么是住？住是什么？是禅定。脱，这个脱不是名词，是能使脱，能使脱离是什么？是智慧，由智慧而能使脱离。所以住是禅定，脱是智慧，即根本。根本在什么？精进，在精进。那什么说一切自力行。这个来讲的话呢，不管说我们前面的想要这个前面第一句嘛，勤行力有勤，或者要帮助自力是呢，自他二力的要圆满的话，是中间的这边的这个六度而去圆满的。那这什么呢？这上面来讲的话，这说什么？他说此中利他非一切种。什么来讲的话，这意思什么？是说这边所想的利他的行为，不是说就近的让他可以得到利益了，他者的利益，因为我们说只能短暂的利益嘛，是不是只有帮助引导？真正的要他有得到这种自力的圆满是什么呢？唯有透过他自己的智慧啊，唯有透过他自己的智慧，才有办法获得。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承办他者的就近的利益嘛，他没办法获得解脱。我们以第三人来讲，为什么很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纵使是佛陀啊，我们善知识来讲的话呢，他也没有办法给予我们这样究竟的利益。如果可以给予我们，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了。他可以给予我什么？他可以给予我教授，可以给我引导正确的方法。可是我获得与否是要我自己的智慧啊，我自己的智慧不足，有再好的老师，有再好的佛陀，也没办法。所以是不是我们之前在讲前面的皈依的时候，我们说对，因为的皈依是很重要，那是 第三人称的，好像在外面的这个很重要，是很重要。可是比这个更为重要是什么？是我们的果位的皈依嘛？我要去成为这个佛宝，我要那些心身心这种内心的灭地跟道地的功德，我要成为这个身宝，这是我真正的归头依靠吗？
是不是也在佛陀在他经嘛，自己为自己的护主嘛，自己是要自己救度的啊。所以这边 这句话的话，什么是说始终利他非一切种嘛，是什么？我们这边讲的利他，前面这句说情形利有情嘛，情形利有情的利他不是就近的利他，就近的利他 的方法唯有是什么呢？是依着智慧而去获得解脱嘛，他只有众生自己 而去得到的。以及上面是说什么言助托者心助所缘是尽律行机，解脱生死是慧行的，是慧的行机。若变此二则与极止，不至误为毗婆舍那。如是自许甚深持心，亦仅是此尽律一分，故于六度圆满之体当求定解。什么来讲，这个可能比较 难懂一点点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是那以这个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以上刚刚讲的助及托的是什么呢？是很明显是什么？这个助是什么呢？这个助是我们禅定的果报，就是有禅定使他心安住于境，以及说可以从轮回而脱离的是什么呢？是由智慧的果报，是什么？在藏文的话是什么？是他的这个好像他的影响啊，心可以住于境的是什么？是因为有禅定的缘故，他可以住于境，可以从轮回而解脱是什么呢？是那种归功于什么？归功于智慧啊。这两个是要个别归功的时候呢，是不是就知道很明显是什么？是禅定跟智慧不是一件事情，它是个别切割来讲的话，是把什么呢？把禅定，或者我们说把奢摩他就是毗婆舍那，或者把止就是观，或者把用白话一点是把定误认为就是慧，这种说法呢，我们完全从《经庄严论》这句话就知道说这是个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前面为什么？是不是前面就讲到，我们还没讲到这边的时候，比方说以前有人就说什么，什么叫做空性的慧？就是安住于境，什么都不要于想，好像把不想的这样安住就变成是就近的慧来讲的话，知道说什么？这一句话在弥勒菩萨做区分的时候就知道说什么，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或者说止跟观，或者我们说定跟慧是个别的，不能把它混而为一的去谈。那也是说什么呢？所以在这上面刚刚说若变此二则与极止，不至误为毗婆舍那嘛，这个是这两个是 个别的要分辨出来的。那什么如是自许深深持心，亦仅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所以以上好像说什么呢？那种专心一致，把说不去思维，就认为说什么这是深深的法，或者这就是观空性的慧，这一脉的人来讲的话呢，实则是什么呢？它只是禅定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这边讲的圆满的禅定，它只是讲到说，哎，那种它只有偏向了这个定的一部分，或者一少部分。他是不是这边说什么什么如是自许甚深持心，是他自己认为说好像他不作念哦，这样子持这个心，实则什么亦仅是此禁律的一分，只是一部分，他只看到一部分的禁律，他没有看到我们真的这边讲到六度的禅定。六度的禅定是什么呢？是为了使内心可以安住于一境，而让这个可以生出慧吗？他没有，他只是把说好像这一分就停止不要作念的话呢，这个你就认为是就是最深深的法的人，他只有看到禅定的一部分而已，他没有看到禅定真正的原因，或者真正 的是什么来讲的话呢？所以什么？所以是不是原因才说故于六度圆满之体当求定解？所以不应该以这个就感到满足，就觉得说这好像就是圆满的对于禅定的理解，实则上应该是什么呢？要对于以上六度的完整的这个理解的时候呢，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个完整的或者全面的这个去理解说什么叫做为六度的。那这是
第二者，我们是不是刚刚讲说，以六度来讲，以什么去分辨，从二力或二势去分出为总色在于六度。那第三者是什么呢？是观待引发圆满一切利他数决定者，什么能引发出利他的，或者我用白话一点的话，我们在往事说什么是全面承办他利啊？哦，全面要去承办他利的话呢，可以总色在于二度。为什么呢？他说，观待引发圆满一切利他数决定者，先以财舍除其匮乏，赐予友情不为损恼，且忍怨害与助他事发起，精进而无厌离，亦于尽律以神通等引摄其意，若成法器赐意智慧善说断以令解脱故，六度决定。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跟我们前面的讲二力的有一点像了？很像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首先什么，如果想全面去承办他者的利益，什么首先去以财经的布施，财经的饶益他，让他可以从什么这种贫困啊、贫穷啊，从脱离。我说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早期台湾的，或很多地方做事是很多，我说看到很多不同的宗教，我现在就记得，我说哎，我想说，我说我就问我母亲过，我说哎，为什么我的姥姥，哦，我因为我们从小就住眷村，大家应该知道我妈他们那样子，他们说我叫外婆的话，我都从小就是叫外公就叫公公，外婆就叫姥姥，可能比较不一样，跟这边来讲，我说我记得姥姥她我有记忆，她就变成天主教了。那我说为什么她会变天主教？因为就是天主教在我们台湾最贫穷、最困苦的时候，她说什么？她得到那种所谓的救济了吗？给面粉、给奶粉、给那种炼乳。那我说我都不知道。她说啊，以前他们还拿那个什么那种好像奶粉或者面粉的那个包，他去做衣服。我说那怎么做衣服啊？我说我都想不到说什么。他说我像我大舅啊，就是什么以前他们那种天主教的救济面粉啊，跟奶粉的那个包装，他们拿出那个，我的想法就是说，那个好像纸袋，它里面你怎么去做衣服？他说哦，我们就用这个做衣服给他们穿，是用这个来穿。所以他说什么，一辈子就对他感恩，所以他说什么，他就改信天主教。哦，我就说这你看，就是我们说是不是第一个人家的话，没有什么别的话，第一个首先是以最现实的问题嘛，以温暖，以填饱肚子，或者以生活的条件来讲，说什么以财经的布施，使他的这种的从贫困啊，或者那种贫贱当中而去脱离。那从这个来讲的话呢，那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当然布施来讲是也不能去伤害他嘛，你伤害他也没就没有用嘛，所以从这伤害要遮止，是不是就要从守戒律了？就是守戒律而去不去伤害。那以他者如果有什么报复的行为来讲的话呢，那什么，那就是去守修忍。那这个来讲的话，在修布施、修戒律、修安忍这三者的伙伴或者助伴什么呢？是那种不会感到疲倦、不疲乏的这种的精进。他以依着这个精进的时候而得到什么呢？就可以有依着禅定，他有这个禅定，我们得到了这种像我们所谓的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等这种禅定，他就可以有透由神通，他以这个神通等等方法，或者说什么，我们还不要说神通，或者他有这个定力、有他通等等的这种的能力，是不是就使人家可以改变心嘛？能动心，才有办法说什么讲的话给了教授，他能听得下去，想要去修持啊。那看到说什么，当这个所化机啊变成为时机为正确能受用的时候呢，那说什么是应该修持，可以有升起智慧的时候，是不是对他说出一些的教法嘛？说是一些给一些教授，让他可以从一些的这些的疑惑、疑虑、困扰而脱离的时候呢，这都是什么
就可以总设在于六度的。这是什么？也是如同在金庄严论当中说的，那如云不贪即不害，耐怨是无厌，隐色善说故，利他自即自利。什么来讲？不贪，这个不贪是不是说什么？就是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以实际来讲，藏文他说不贪即不害，不贪的话呢，我说在藏文我反而不会说这个词，我比较不会看到不贪，它应该是什么？是我们前面的这句说不匮乏，就是他把所有的困苦要去除掉嘛，你外在的困苦，所以在藏文的这个是什么？是不是我看到这个词的话，我的解读不是不贪，应该是说比较好的，可能会翻成是不愧或不匮乏的这不愧，不愧即不害，不害在什么？就是戒律嘛，遮止损他及其所依事嘛，就不害。耐怨是什么呢？就是忍辱嘛，人家如果有报复或者有伤害，他能安忍，能承担。以及说什么耐怨事无厌，对于任何的事情都不感到厌倦，有好要精进，所以事无厌是为精进。那隐色，对不起，他这边把它翻成说隐色善说故，我们在藏文来讲的话呢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翻成隐色，在藏文的话这边是说什么，能乐，有一个能死乐，为什么叫说能死乐呢？因为他说透由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说他能依着禅定，依着这个神通，依着禅定获得神通或者各式各样的方便，使什么呢？使众生们的心绪能感到安乐吗？能感到安乐是透由什么？是透由禅定以及他所说什么呢？这些的方便，这些的神通等，使他能安乐，以及到最后什么呢？那使他变成为成熟的所化机，能调伏的时候呢？说什么？说善说故，善说嘛。刚刚讲说，当他可以的时候呢，依着善说让他升起智慧嘛。等这个来为说六度来说，利他即自利，这什么呢？这个透有六度之门而去利他，实际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把自利的所有的方法也都包含在这边了。实则看起来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在利他者、帮助他者，实则是什么呢？是承办自己的利益的所有的方便，也都在这个当中已经都承办到了。所以什么什么？他说此二颂说。修自他利，不可不依六度。若欲引发自他利理，获得定解，则能因众修习六度。什么？是不是在这以上的这个二句了？应该说这个以上的二句，我数一下，一二三四，应该是什么？是前面的一句，就是。第二个科判的一个偈颂跟第三个科判的 这两个偈颂来讲的话呢，在第二就是观待于自他二利的跟把一切去承办他者的利益的话，在这两个时候的金庄严论的这个偈颂呢，透过这两个偈颂已经代表说什么是不得，如果要承办自他二利，要圆满的承办自他二利呢，是不得不依靠六度，没有别的方法，必须要透由这六度的这个方法才有办法圆满承办自他二利了。那如果了解要真的要承办自他二利的这个方法而升起一个定解来讲的话呢，是不是就会说什么很殷重恳切努力的要去承办这六度，因为知道说什么，如果要得到好的结果，不管是在于他者身上也好，或者自我的身上来讲的话呢，没有第二者方法，只有依靠的六度啊。
他如果知道要依靠这个六度的话，好像只有唯一这个方法，那就只好好好要殷重的恳切的或者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了嘛。好，那这是第三个数量决定。那第四个数量决定什么？是官带能胜一切大胜数量的决定者。什么？就是所有一切大胜的修行啊，或者大胜的所要所 修学的话，也都可以总设在于这个六度当中。怎么来说呢？说官带能设一切大胜数决定者，为以得财为无所贪着，及于未得不希求故，与诸财位能不顾恋，由此则能守护学处。怎么来讲的话呢？这个首先来设除一切的这个大圣的来讲的话，说什么呢？所以他说，对于外在的这个受用来讲的话呢，不会贪着嘛，不贪着，以及对没获得的不会想要去追求的，不去希求，好像说对于说我没有得到的，我不会去贪。对于现在应该说对于外在的东西一般就不贪，以及对于没获得的也不会过多的好像去希求的，这个来讲的话呢，不去关待于这个受用的。那以说什么呢？那以这样子不去关待，他说什么？那以如果有的话呢，是什么呢？是对于守护这个学处来具有的帮助来讲的话呢，以及可以说什么受戒而去恭敬的来讲的话，什么应该前面来讲的话呢，是前面这个说可以对治，可以说什么呢？对没无获得的才不去贪着，及未得的而不去希求的，是什么呢？是透有布施啊，舍心嘛。但因为有这个舍心的缘故呢，什么与诸财位能不顾恋，以及由此，那与诸财位能不顾恋什么呢？就是因为布施嘛，因为他有舍心嘛，他不会过度的在于这个。但如果有这个布施呢，由此则能守护学处嘛，有这个布施才什么，才一一的能去守护其学处，也才会想要说什么受戒境界，想去受持这个戒律而去保护的这个境界，有这个对这个恭敬的。那依情非情所生众生，能堪忍顾不起厌患。那有在这个时候来讲的时候呢，也因为有这个对这个戒律去敬重去守护，对不管是有情也好无情嘛，就是有情的众生也好，或者无情的这个别的东西来讲的话呢，依着这一个而所生的这个苦的话呢，我们会什么就不厌其烦的而去觉得说什么去可以安忍去守护来去做，以及说什么呢，以及对于说那修善所作永恨无厌，这是什么？对于善的行为好的事情可以不厌其烦而不断的去照做。应该大家常问我说我们所谓的精进啊，忍辱是什么呢？忍辱的就是好像它两个的，就像我们说慈跟悲的时候，两者实则都是一个爱心嘛，一个只是说对于众生的希望给安乐的爱心，一个是对于众生想要他脱离痛苦的这个爱心。那忍辱跟精进有一点很相似的，忍辱是什么呢？是对于众生的这种的报复或者众生的这个行为呢，我能安忍，对错误的行为或者这个坏的我能安忍，而反过来对于好的行为我能增长，能不厌其烦而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在有这个耗药的话，就变成什么叫精进了。所以他这边是不是说什么与修善所作永恨无厌，对于这个善的这些行为啊，好的行为啊，可以说什么勇猛精进的，永恨的直往的话呢，这叫为精进的。那修奢摩他无分别于前，我们奢摩他我记得前面有讲过，奢摩他是什么的，就是定的意思，定的止啊，
指对于外，我们叫什么叫做指呢？是对于心往外而止息的，叫做为定吗？这个定，所以他说这休息的这个止或什么，他要什么叫做无分别的不动摇的这种瑜伽，以及即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什么？我们中文把它 用中文翻的话，应该是叫圣观，什么圣观察的智慧，特殊的能圣观察的智慧。以后我们也会讲到，像现在略略提到的话是什么？若是要有智慧，不一定要先有定，定跟智慧是可以平行的，一起的升起来走。可是什么？可是如果要这个特殊的智慧，必须要先有止，它一定是什么？是先止后观，或者我们说先奢摩他，再毗婆舍那。可是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如果有毗婆舍那，一定有奢摩他，有观一定有止，有观一定有止观双运。没有说、有止有观有止观双运，不会，不是不是。我们因为慢慢我们准备要进入到止观的时候，是若有观一定有止，若有观一定是止观双运的情况。他周遭来去做这个来讲的话呢，他说即毗婆舍那无分别瑜伽是什么？以及升起那种智慧，这种所谓的圣观，这个不动摇的，以这个为说什么呢？为修持六度，以此六事摄尽一切，能去大圣。是不是以刚刚以上来讲的话呢？透由这个修持，这六者是什么呢？是趋往走向大圣，一切的修持都可以说什么？总是在于这个六度当中了。那说什么？以此六事摄尽一切，能去大圣。此由六度次第引发，是不是一一错由一一一次第的修持六度而能承办这一切的大圣的这个次第的？那也是什么呢？无需更多，六度的修持就已经足够了，包含了一切的大圣的修行了。比这个少没有总摄一切。比这个多也不需要了，这个六个是刚刚好总摄了一切的所有大圣的修持都在这边，是不是自他二力也都是包含在这里面呢？怎么来讲的话，就是经庄严论说，如云不乐着受用，极尽二无厌，无分别于伽，诸大圣为此。怎么来讲的话呢？这个词句说什么呢？说第一句的话说不乐着受用是什么？在讲说布施嘛，他对于没有得到的，或者对一般的受用不贪着，对于没有得到的不会过度的去希求的是什么？是由布施的。因为由布施的缘故说什么呢？极尽，极尽是什么？是戒律啊。这个极尽的是以在讲戒律的。那以及二是什么呢？二是对于众生及非众生的。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有讲到众生有情跟非有情的，这二者都能安忍。所以说他说什么是二无厌？对于这个二无厌是什么？是对于有情跟非有情的二者而得到的这种的所可以造作我们痛苦或者造作的这个伤害，能安忍能无厌的，这个来讲的什么呢？就是忍辱了。和什么呢？对于说为了要可以获得对于善的行持，需要什么呢？无分别瑜伽。这无分别瑜伽是在指说什么？是在指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上面为什么会讲说无分别瑜伽？就是说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或者止跟观的瑜伽，和这个止跟观的瑜伽都是有什么呢？是对于善的行为、善的所作感到说什么耗药而得到。所以这三句什么是直接讲到的？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间接的在代表是什么？是精进。
以什么诸大圣为耻，大圣的道的修持就可以总摄在于这六子当中了吗？那什么由是因缘欲入大圣弃舍六度实为相违啊，这什么？这是我们第二段的，这是什么？前面是正说为什么大圣的所有修行在总是在六度，以及说什么知道前面所说的那种心无助念，什么都不要想的话呢，如果你认为那是大圣道的修持的话，实则是相违背了。为什么呢？因为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说什么，想要进入大圣，想要修持大圣，想要依着这个大圣菩萨道而得到佛陀的果位，又说什么呢？又说我们不要去修持六度，修持六度跟大圣是相违背，或者修持六度是初学者的，到高学位就是什么呢？就是心不要作念的。这种说法的实则是什么呢？是跟修持大圣是完全完全的相违了。真的所有大圣的修持就 包含在六度了，到真的要 修持六大圣的时候，你说什么我不要修六度，或者六度是妨碍阻碍我修大圣的话，这两个是不是这前后是矛盾了吗？前后矛盾了。所以你说什么那个如果真正修大圣是什么是要心无助念的时候呢，实则这是变成是有相矛盾了，有相违害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了是总摄其大圣道也首摄在六度里面的话呢，我们在于六度的总摄的有六者当中，是不是四者讲完了？是六度的修持可以总摄在于要获得真上身，以及六度的修持可以总摄在于要为了承办自他而立，六度的修持可以总摄在于全面是为了要利他。六度的修持包含了对于大圣的所有一切的修行。我们到这边来讲的话，这个是六度都为数量的这个决定，这四个。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好，大家请合掌回向了。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